哦，这样就行了，他一定很开心。接下来是祈祷吧，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？嗯，没有呢。不过这个时候祈祷都是默祷，那就开始吧。噗啊，他睡着了，不自觉的停止呼吸。好可爱，干嘛？你干嘛？话说回来，你们要弄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就不能稍微安静一点吗？没关系啦，那么最后就去修你那里一趟吧。不会被人家偷吃哦，这样放在这里，这样也算糟蹋食物吧？回来就发现辛苦各位了，为了让你们为了我的委屈东奔西跑，没有吧？而且吃了很好吃的点心，对啊，烤饼干好吃呢。为灵机当天也请好好加油哦，先把谢礼给会哦。圣灵要改，我们会满怀心胸感激你，耶！哎呀，不用再对我们感谢啦，这是小事一桩。我们来去看那个饼干还在不在？好，很卡吗？对，我想要走那个门。有啊，我几乎每天都有钓鱼，我就一次去某一个城镇没有钓到，可是我后来有稍微看一下，好像没有影响，好像没有影响，好像啦，我不太确定，还在，还在，还是等回来的时候还不见。今天鱼会出来了吗？哦，いいポイントみたいだな。隔了一天呢，还是没有。不过这边我们都钓了差不多，应该不会有新的鱼。钓了六次哎。好了，先战斗喽。街道上的雾好像也都散掉了，嗯，视野相当好。昨天就连稍微前面一点的路都看不到嘛。总之，既然这样了，就不用担心迷路了吧？或许也能找到昨天走的时候没能看到的路，毕竟也接通了，接了通气魔兽的委托，一边注意周遭，一边前进吧。不可能有路新的路吧？哎、欸，嗯，还真的有哎、欸。之前没有左边这条啊，啊是怎样？昨天有雾，因为昨天雾太浓了。屁嘞，不能走就是不能走啊！哦，这里，对，昨天这里倒住，所以这边可以把它弄到。昨天没有注意到，看来前面也是一条道路，因为雾散去的关系，视野变得更清晰。印象中前面是通往山丘的地方，只要一开这棵倒下树，大概就能过了。这件小事，我想小赢一击就能破坏了，太扯了吧！嘿嘿，哇！超强，觉得夸张，觉得厉害。对啊，但我们还是先去前面看一看，看前面有没有未知的路。他、啊、这样的一击超夸张的，你想想把树给打断呢？打，重点是爆掉。对啊。这里也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不对哦，哎、欸、是吗？哦，我猜，哦我知道了，那边有两条路，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绕过去。所以我们就还是一样走那个新的路过去。这里吗？在前面。这里。可以打路灯吗？为什么要打路灯啊？我们昨天才修好。木有。哎呀。心してかかるぞ。哼。行くよ。マイル。セイ。
私の番ですね。行くぞ。行くよ。お。マイル。有他至少可以屁股打哈。相手の手不足はない。屁股打至少有先制攻击。又是阿坚。今天都看过。没有魔法哈，风属性。风之领域。疾风。攻击！行くぞ！行くぞ！嘿！僕の番だね！破坏拳击！打你呢！对呀！哎呦晕嘞！啊，要无伤获胜了！一千多经验值也还好。哦，勇气到 LV 四了。哟，四回合。哎，你更厉害啦！核心回路。呀西。耶。什么耶？呀。嗯，那钓鱼我没有特别研究啊，反正第一轮就能钓这样钓，如果真的拿不到，第二轮再想办法吧。嗯，毕竟没有特别的攻略。川が流れているのか。幼い頃はあそこでよく水遊びをしたものだ。小桥流水，说不定有可以钓鱼。等下可以看看可不可以钓鱼。嗯。我不想打他呀、啊，经验没有多。看我用幻影战士。哦，鞋子。来看看鞋子。小物腿甲。防御会增加，可是我们的鞋子都是有加 SPD 的。所以我才不要嘞，给安吉好了。居然，因为那个、啊、速度很重要，而且哎、欸、不对，它超烂的好不好？是斯托雷加都还比较好。毕竟我们可是花钱去买鞋呢。嗯。哦哦哦哦。心してかかるとしよう。大叔叔。私の番だな。阿千。はい。胖子阿千。はい。那我看看他打屁屁，打屁屁。相手にとって不足はない。打屁屁。私の番ですね。强壮大猩猩，哦有啊，这有看打过。怕火焰是吧？烧你屁屁。这个更大。アクス、駆動。俺の番だな。用古鹰簪打。孤鹰斩！待たせるがよい。光源压！哎呀！旁边被打死。好了，班长解决。火山弹鱼。烧屁屁哦！火烧屁屁！これで一安心ですね。呜呼！大猩猩啊，他有想到那个泰山，泰山啊，饶草，你也有大屁屁呀、啊，就是要打人家的大屁屁，这边都不能钓鱼哦，想钓哎、欸，哦哦哦，哦，好看。他们为什么都要在一起？不要那么近好不好？这样我一口气就要抓一堆。他这……哎呦，中到了！
太开心了吧，全部躲在这里，这么想要找我玩。我想要回来见。虚剑剑，嗨，走！哎，居然 miss！ 一个色，一个色，无影斩！行くぞ！来个光影呀！逃がさぬ！哇！哇，超强！嗨，そこで、イミス。哎呦，ミス。No。怎么那么容易ミス？哎，太强了吧！不。嘿，中了。升级喽！我觉得劳拉的 CP 耗得比较快，应该要给他头巾的，他比较会用到。交换。嗯。必胜头巾，这样 CP 增加的比较多。嗯。行くぞ。私の番ですね。そう。Go。你看，比如说吧，我们会走在这上面。嗯。哇。哇塞。夏なのに涼しいね。Oh my god。天気もいいし。好舒服的感觉，有点像那个激流泛舟。对啊，超赞的那种感觉。好好玩哦！哇，我去滑哦！这里充满各种治愈。对啊，这个风景真的有够优美。不过像这种地方，就想把你推下去。应该这样惨叫。哇！这样可以下去。哦，这边有那个树，有人说劳拉也可以。哇哦，你这剑是这样？怎么做的？也太扯了。哪需要小樱啊？他也可以用。哦，哎、欸。那个魔兽长得也太奇怪了吧，就是通气魔兽、啊。我们先去拿宝箱。闪耀天启。我记得这好像还不错。哦，是可以用心眼。不过还不大需要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们一直还没用过那个。班长的，大家说 OP 的时间爆发，好，我们来记得，等一下可以来用。然后这边可能要储存一下。劳拉的 CP 有点不够多，我来打一下这招。殺してかかるとしよう。行くぞ。行くよ。任せてくれ。赚一下 CP 值。基地这也可以增加 CP。 劳拉去打，班长就休息。上啊，劳拉，一二一，好了，可以放 SG 就够了。为什么会觉得那魔兽长得很萌？哪里萌啊？欸